为您带来全运会乒乓球男团队和解和北京男队是打成了1-1，这是22岁曾获日本公开赛的亚军。坚持进台不退台的运动员，这个场馆当中一共有9张球台，大概一看呢，河北队、吉林队还有河南队。B 组、Z 组有江苏、湖南、福建、四川，也都在进行激烈的角逐。这两支队伍身上，啊，光够手，所以这球啊，挑打下网。追了一分，防住，上来，哎呀，更是要注重打细节。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啊，不可能。现在这个球啊，第二局又打了一些折扣。哎，好的，出来，哦，漂亮，好的，出来，我们看到，所以延安必须要走巧灵变。延安是耳濡目染，多多像马龙。哎，第13届全国运动会男团乒乓球项目的小组赛，老的面孔，因为对于各省征战为各省争光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全力的恢复，为了全运会，为了各省。相持的这种大陆球的实力，高质量比拼，1-1之后挑战3场，第三场1-2落后的情况下，第三盘如果能拿下来，这个队伍还有可能逆转的经验还是尤为重要。哇，出手，一直在观看
哇！先。哎呀，现在都还是非常成功，但是延安这个正手的连续进攻，云南队的一号单打樊振东正在做第四盘单打的准，小组第二名，也就是说他不用对小组第一，第一阶段小组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，包括从决赛如果再碰到，拼到底，徐申浩现在拿到赛点，徐申浩11-4。